为什么不当场抓住他？因为我没带枪。你判断对方是日本宪特，凭的是什么？我发现他手上有一块三道梁的手表。你很了解日本人吗？了解。我曾经在日本政务学校念过书，我会说日语。 你现在立刻到宪兵守备司令部李司令那里报到，有任务交给你。那我能问问，是什么任务吗？加入临时调查组，清剿日本宪特。现在上峰已经责令，马上组成临时调查组，严密调查内部所有的可疑人员，限期破案。 是，报告。进来。司令。嗯。你们俩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吧？醒醒！醒醒！ 我叫石永凯，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你好，我叫战兰慧，从今天开始就是临时调查组的组长，你是副组长。随时听从赵组长的调遣。石副组长，你客气了，你可是老资格的密查组外勤，日后还要多多赐教呢。不用客气。 赵组长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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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组长。赵组长，你出来盯上有换身衣服，穿这身衣服，你就不怕打草惊蛇吗？放心吧，师傅组长。 这家山货店的老板是关外人，一年前这家店就开在这里。他们主要经营鹿茸貂皮，但生意一直很冷清。据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监视、监听和跟踪，可以确定这家山货店就是日本特高科的秘密联络点。这家山货店的老板就是头目。不可能吧？关外早就让日本人给占领了，他们关外的人怎么会当日本人的特务头目呢？ 这有什么奇怪的？
汉奸这个称呼也不是今天才有的。这个地方是谁负责盯梢的？你过来。赵组长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师副组长有话要问你。我问你啊，这个地方你盯了多久了？盯了快几个月了，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跑过来盯，饭也吃不香，觉也睡不成。你在这儿盯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发现什么破绽没有？这些日本特务啊，太狡猾了，个个训练有素，很难看出有什么破绽来。既然你在这儿盯了好几个月了，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山货店的老板叫什么？里边有几个伙计，每天有几个人进出这家店？还有这个店有没有后门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一群废物，滚滚滚滚滚。师副组长消消气，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？一群废物就是。这个地方确实有可疑之处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这个地方绝对不可能是日本人的秘密联络地点。那你怎么就能确定这不是日本人秘密联络地点？正源实业社派来的这帮废物对付老百姓还可以，要是对付日本人，他们还差得远呢。从早上盯到现在，这店里边没有一个正经主播上门。日本人办事情一向是非常精明和缜密的，绝不可能就放着这么一个冷冷清清的店铺在这儿引人怀疑。那你说这里该怎么办？撤，把人都撤了，让这帮废物全都给我回去调阅档案。另外去侦测日本人的电台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够放过。调阅什么人的档案？完事那天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的人，每一个人的档案绝对都不能放过，要快。那要查到何年何月呀？再说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随便调阅的。这就要看赵组长的本事了，必须要向上峰申请增加人手，另外最好还要得到特别许可。好吧，我尽力而为。对了，上峰一再强调让我们限期破案，赵组长可有什么良策吗？良策？喝咖啡看电影。赵组长你真会开玩笑。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？这么大的案子情报部不管，推给咱们两个，我告诉你，南京就要快保不住了，我们何必自寻烦恼啊。赵组长你也过于悲观了吧，但好歹我们也得做点什么，不是吗？这容易啊，明天下午你就去货运公司。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搜查日本线特的物资、电台、药品，一旦发现有偷运这些物品的，当场立即处决。大家都快点啊！慢点啊！小心点啊！来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麻利点啊！